裴永俊啊，裴帅是裴帅，然后就最后就变成录影，要录影录影。我在录影啊，然后你们要讲什么？后面有人。叫了。然后讲一句就是，带我走那遥远的以后。陈宝轩，不要吵人，不要吵人家，我们该回，我们该撤热。还在录吗？嗯，还在录。还在录。要做一下练习啊，今天的主角。Nancy 从台北下来找我们，我们非常欢乐的来嘉年华 KTV 唱歌。对啊，超级开心，超开心的，太嗨翻了。不要离我太近，谢啦。现在去蓝潭吗？不要吧，好晚了。不好啦，这样危险，因为那边都会有。有的没有的在那里。我也要，我也要。那 Scooter 是真的。I miss you, Jin。好了好了，不要生气了。I love 嘉义。这边，我们睡在这边的，不要再走热。可以。